部长，内政部长，部长。委员好。好，部长好。是。部长，这个日理万机啊，管的幅员非常广阔，议题非常大了啊。是。我刚才看到这个有关长照议题的时候呢，都由我们的专业的团队啊来代打啊。是。那当然，我这里就会比较感受到，就是说，对于我们的这个长照呢，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制度啊。也希望说，这个部长呢能够多花一些心思啊，或者是多花一些啊时间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啊。因为确实有种种许多的困难啊，那么当然有些这个内政部呢是负责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了啊。那这个刚才有委员问到，就是在整个服务需求的部分啊，到底是在跨部会上有没有做一个连结啊？那内政部这边主管的是有关社会福利的事项，那我关切的我自己本身的专业是在劳委会的部分啊。那劳委会部分呢，它又牵涉到有关外籍劳工，还有牵涉到这种居家服务员啊的这种劳动条件的保障啊。因为我有注意到这种居家照顾的服务员呢，他们在这个居家的照顾里面流动率非常高，那流动率非常高主要的理由是因为他的劳动条件保障不够啊。所以种种这样子的东西哈，虽然内政部非常用心的来做这样的规划，但是也期待内政部跟其他的部会劳委会这边啊来多做一些交流啊，特别他要来推展这种这个终点外劳啊非常创意的这样的一个构想，是不是能够跟我们目前所规划的一个居家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提供哈，能够镶嵌在一起哈，紧密的结合啊，这也是需要彼此来做一些交流。部长，你的看法怎么样？我想这个，因为这您刚刚讲的所谓的外展啊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了。我想我们会跟劳委会、跟卫生署一起来认真的面对。就像刚刚委员讲的，其实32万长照里面外劳的这个人力是提供了20万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的，它是存在的事实。那假如可以兼顾本劳的权益，可以让外劳在这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弹性的投入，我觉得我们都很乐意来配合了。不过本劳的权益虽然不是我们内政部的业务，相信我们也一定会跟劳委会很密切的来配合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这边注意到一个数据啊，事实上是也有关全国的失能人数啊，是在这个100年呢也达到41万人啊，需要照顾啊。105年呢就达到51万人，那么110年呢62万人啊，120年呢就97万人，人数非常的多哈。那当我们长期照护里面呀，有非常机构式的、居家式的，哈，那还有社区式的这样的照顾啊。我不知道内政部这里有没有规划什么样的一个人力需求哈的方案，到底需要多少人？那劳委会这边准备要来培植多少人？能够来因应啊这样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长期照护的人力需求。我想这数字我请市长跟您报告。好，请市长。跟委员报告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培训的照顾服务员达到74000。那这个问题呢，是怎么样去把他这一群结训出来的人能够投注到我们的居家服务，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部分呢。好，那我请问一下，你们70000人呢？这个是你们自己培训有没有经过劳委会的这个技能检定啊？有没有？或者是他们的职训班啊？技能检定的有到28000，那其实他都是受过一定的训练，我们有那个照顾服务员的一个培训计划。好，那所以你们现在目前培育的啊，所谓的70000多人啊，有这样，你们这个有证照吗？还是上过课就算了？取得证照是28000多人。是。那这些的训练其实我们现在是双轨，就是也有一些是要经过这样一定的照顾服务员的训练，那我们是会朝着鼓励他们去拿证照。好，这个特别需要注意啊，这种就是人力啊的供给啊是不是够了哈、啊、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失业率非常高，那缺工率很高，那这个当我这个有非常多的一些方法啊来跟大家来做一些交流。好，我们是不是请那个职训局啊，职训局廖副局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
所以我们劳委会啊，是换了主任委员之后啊，就派了我们的副局长啊来列席啊，我们这个我们刘委员啊首次担任招委啊，是的这个委员会啊，这显然啊这个是不是很重视啦啊？那当我不是说我了解委员的意思，副局长啊，我了解委员的意思，不是副局长层级不够了啊，这个是代表一种尊重，因为十年长照制度确实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计划啊。那这里头又牵涉到劳委会所管的非常多的事务啊。是，我从统计数据上来看，劳委会平均每年啊训练啊，大概5000人左右啊。对，就有关这个长照人力啊。那么，但是平均就业率呢，大概就是63%啊。对。那这个63%呢，就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，就是流动率过高。对，没错。流动率过高是因为刚才我们也有一些民间业者的来讲哈，这是一些福利机构的，他说啊，送餐服务、居家照顾、社区照顾这些居家服务员、长照服务员啊，来往的交通时间啊，这个算自己的，你对于这样你认为怎么样？公不公平啊？很抱歉啊，因为劳动条件问题，我们今天有条件处也在了哈。那当然就说，我初步看起来的话，我觉得是会影响到这个工作人员他的一个权益了哈。那这部分的话，委员是不是不这样先报告委员？就说劳委会今天派我来，当然绝对没有藐视的意思啦哈。当然我可能不够资格，这个我表示抱歉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这个你的资历是非常够，绝对没有藐视的意思啦哈，没有专业的。对，那慧敏你要不要讲一下？是跟委员报告一下，就是说现在有关于交通往返时间是不算入是工作时间呐，所以说，可能那你这个居家服务员难怪留不住啊，这个